露底喎，露佢嚟睇咁樣啊，大唔大？我阿 Rick 25歲，玩咗 War Game 10幾年，快樂 War Game 咯，玩 War Game 唔係為咗殺人，係為咗暴力咯，可以好運動化嘅，去 enjoy 去 War Game 裏邊每一刻每一個動作啊。美國玩 War Game 咧，佢哋搞到係每一場 game 都係一個 festival 嘅。佢哋會有戰機啦，真係有個 F-16 咁樣喺個天空度飛過，跟住就開始打 game 啦。成個 War Game 嘅鋪排，人哋好似有個故事性喺度，但係香港有故事性嘅 function 係好少。咁啊，希望10年之後可以搞一個好似外國咁樣一個大型嘅 War Game Festival， 玩我哋嘅快樂 War Game 啦。